尊敬的老师，尊敬的现场的各位家人，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汪淑敏，我跟大家一样，跟大部分在座的师兄师姐一样，看到亲人痛苦不堪的样子，而自己无能为力，我想在这里寻求一个方法，能帮助到自己的亲人，在他们痛苦的时候，为他们分担忧苦，给他们解除痛苦。那么今天我想分享一下，8月10号，我来报道的那天下午4点多，我的家住在海珠区滨江东路，我是坐21路 B。坐到广州大道的时候，因为车上的人呢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座位已经全部占满了。那我跟我的女儿呢就站在这个通道上。那突然之间，我在听到后面轰的一声，很大一声的巨响。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辆红色的尼桑车啊。被我们这辆21路 B 公交车撞了，属于半翻状态，前面和后面的左侧的两个轱辘都已经翻起来了。那么当时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在我的右手边，那我的一只手呢刚好就拉住那个公交车的那个把手。那由于惯例，我跟我的女儿往前冲，冲的力量很大，那我的一只手就被拉得很痛。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然后下了车以后，平定一下，我才发现啊，我的手已经肿了，就这只左手的手臂。那么来到这里以后，晚上开穴师帮我们开完穴以后，那么魏老师说，他说你们现在呢可以自己为自己治病了。那我自己呢也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态度，我就坐在下面，我坐在最后一个位置，我就想试试看吧。然后我就把右手放在左手的里边，我就放了大概有20分钟，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就这样漫不经心的放着。20分钟之后，我觉得这个手臂呢前面呢已经好多了，我这样晃一下觉得没有那么痛了。后来呢后面呢还是有点痛，我又把手放在后面，我这样放了25分钟之后，我打开眼睛，我这么甩一下，哇，一点都没有痛了。当时的时候呢，我为什么现在才站在台上呢来跟大家分享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个偶然吧，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对这个长生学啊。那么尤其是今天下午我听到这么多师兄师姐的一些案例和受到长生学的这些益处，那么我就在想长生学它不仅能给人们带来健康，还能向世界传播爱。那我就在下面我发了一个愿，我在广州呢，我可以提供两个地方，一个是海珠区，一个是越秀区。如果长生学的平台需要，我会免费提供，让长生学，让。